件事啦，件事啦，今次死梗啦 ，Mandy 喺校长室大半日啦，佢哋仲闩埋房门，好似好严重咁啊！死啦，点算啊，点算啊？唔通佢真系要将我哋隔扯？唔好啊，我情愿执晒咁多个马房咧，我都唔想离开 Peter 啊！但系校长叫得 Mandy 入去咁耐，我谂一定系谂紧点样处罚我哋啦。唔得，如果因为咁我攞唔到张学金去英国，唔甘心。 都系我唔好，如果唔系我掟中件事，我哋同校长讲，要罚就罚我个。好啦，都唔关你事嘅，嗰件事我哋一齐计划噶嘛。要讲掟马屎，连男仔都有份嘅。已经报咗仇啦，如果系咁。正想揾你哋，全部入嚟。呢一次嘅马屎袭击行动 plan 咗几耐？校长，对唔住，系我嘅错，要罚就罚我啦。唔系啊，校长，其实系我啊，我都有份噶。对唔住啊，校长，我都有份掟噶。校长，要罚就罚埋我啦。校长，系我啊，罚我哋啦。唔系啊，校长。呢件事咧就非常之严重。曾经有个学生因为整蛊导师，结果学校要佢自动退学。但系大马太同 Mandy 话佢唔计较，Mandy 仲三番四次咁样话叫我俾个机会你哋。嗱，你哋呢次犯错咧，本来学校咧就应该罚你哋嘅。不过 Mandy 就话你哋唔系咁笨。 仲可以教，我知道上次你哋磅重，你哋觉得好瘀，所以整蛊我，唔错啊！证明你轻人敢作敢为，够胆表达自己不满。That's good， 就系因为咁，所以我系唔会罚你哋。今日我哋嘅训练项目系人骑人。 好多人以为马术只不过系骑马上边，唔需要用力，但系其实呢一种运动系需要我哋嘅身体嘅配合。咁先可以做到人马合作无间。而针对你哋超磅嘅问题，我今日会教大家一个好简单嘅训练方式。咁先可以做到人马合作无间。而针对你哋超磅嘅问题，我今日会教大家一个好简单嘅训练方式。咁先可以做到人马合作无间。而针对你哋超磅嘅问题，我今日会教大家一个好简单嘅训练方式。咁先可以做到人马合作无间。而针对你哋超磅嘅问题，我今日会教大家一个好简单嘅训练方式。咁先可以做到人马合作无间。而针对你哋超磅嘅问题，我今日会教大家一个好简单嘅训练方式。咁先可以做到人马合作无间。而针对你哋超磅嘅问题，我今日会教大家一个好简单嘅训练方式。咁先可以做到人马合作无间。而针对你哋超磅嘅问题，我今日会
Missy，sorry 啊。到咗而家，我哋終於明白到馬原來同人一樣，係好需要我哋嘅體貼噶。佢哋係我哋嘅 partner， 我哋要講求互相合作。而咁嚴格控制住自己嘅體重，就係對 partner 體貼嘅一種行為。我哋明白噶啦。同埋要好多謝 Missy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可能已經俾人架車咗啦。傻啦，我點會怪你哋咧？架車你哋並唔係最好嘅方法。而家大家都明白到點去愛護、珍惜馬匹，我已經好開心啦。係咧 ，Missy 啊，點解你啲皮膚又可以咁靚，身材又可以咁好㗎？係咯係咯，係咪有咩秘方㗎？講嚟聽下好喎。我都好想知道點解會咁靚。你睇佢個樣，冧得佢啊！喂啊 ，Chandon， 出名頓，齊身頓，願可做你腳下那堆奶奶，來守護奶我，縱被你踩在腳下也矜貴。你咁好，我不如開演唱會啦！抵咬噶你，人哋開演唱會係唱歌嘅，我哋咧就唱緊你。
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